灯，一半馨香，生命电视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语。到了第三卷，佛把这个四科到十八界说完之后，要说七大之前，阿难又提出问题来，又说佛因缘自然通通排并，那是第二次，那是对这个理方面他不了解，现在是说这个修行正果方面，从因至果。为什么不用因缘？如果不从因缘，他怎么能够成就啊？所以呀，他就升起这种怀疑。假如佛法是自然的话，那跟外道变成相同，那么在阿难认为一定不是这样，他坚持是因缘，但是佛又把因缘排斥掉，他觉得非常奇怪，所以现在他要一再的要求佛把这个道理说清楚。接下去是佛的大福的话解释，这个大福的话呀，文字太简单，很不容易了解，值得细心的研究啊。一开头佛对阿难说，佛告阿难，既如城中烟若大多，狂性因缘若得灭除，这不狂性自然而出，因缘自然离穷一世。这一段呢，佛是就即把当时的话说出阿难所执着的那个怀疑的情况啊。佛对阿难说，既如城中烟若大多他前面应当是你的疑情啊，不过认为就像现在刚才讲的社会城中烟若大多的怀疑自己的头失掉那种情况这个烟若大多的狂性之发由于因缘你认为他的狂性的发出来是因为因缘吧，这个狂性如果得到灭除狂性如果得到灭除的话，若得灭除，灭除就是把这个狂性灭掉，狂性消除掉，灭除的经文两个字啊，圆云法师的讲义里面把这两个字调过来，除灭，除灭虽然可通啊，但是经文是灭除，那应当是排错，就是灭除，若得灭除，讲义里面写作若得除灭除灭应当是要调过来。若得灭除才对，经文原来就是这样，所有的藏经也是这样那么如果这个狂性能够灭除的话，那不狂之性呢自然就出来了那就你所疑的又是自然又是因缘那么你所执着的因缘啦、自然啦、道理大概就是这些吧，穷是尽这是提出阿难的怀疑的话那阿难你怀疑因缘自然，那么刚才说的话你就是在这些里面呢发生这个因缘自然的怀疑吧，可能就是这些吧那么既然是这样子实际上你是不了解这好像是先提示阿难的疑点，以因缘以自然这个疑点提出来先加以说明那么然后
再进一步的按照他的疑点解释，不是因缘，不是自然啊。因为欧南一直把一句话忘掉，前面佛曾对欧南说，我说因缘呢、啊、非第一义，他老是把这一句话忘掉。佛已经很清楚地跟欧南讲，我所说的因缘法，那是站在俗地讲的，不是真谛，不是第一义，第一义地里面这些都不可得，都不建立，都没有。那么讲因缘是讲俗地，以俗地来说，我现在跟你讲是讲真谛理，你偏偏把这个俗地的道理混合在一起，这怎么能够了解呀？所以欧南他不了解的地方一直增加很多怀疑，原因就是他忘掉佛跟他说，我说因缘非第一义，他把这句忘掉了。因为他忘掉这一句啊，那问题就会很多啊。无论如何他搞不清楚，接下去佛跟他解释的话啊，经文说，阿难，言若大多，头本自然，本自其然，无然非之，何因缘故不投狂走。这个话文字太简了，文简商议，意义很难表达出来。下面的话的意思啊，佛是对阿难解释，像阎罗大多他照镜子迷失自己的本头而发狂乱走，那么那个头啊，头就比方真理，头就比方真如自性啊。那么这个头你发狂的时候，头并没有失掉啊，那么狂歇了，头也没有心得，显示这个真如自性本来如是，不会因为无明烦恼而有所变动啊。佛对阿难说，阿难，就像那个阎罗大多，他头本自然，这里自然两个字看作不动，不要看作那个自然外道的自然啊。这个头本自然就是说他的头本来就是不动嘛，他并没有变动啊。你怎么说这个头并没有变动，发狂也没有变动，狂歇了也没有变动嘛啊。所以他头本自然，本来就没有变动啊，这本质其然，它本来就是这样嘛，如如不动嘛，头就在脖子上，狂也没有变动，歇也没有点变动，所以本质其然，本来就是如此，没有动，无然非次啊，没有不是自然的，而另外有个自己的头存在，不是这样，它本来就是如此不动啊。那么既然头是自然不动，何因缘故不投狂走啊？你认为是照镜子的因缘发狂了，他才会恐怖，因恐怖就乱跑，那么就是这个跑的原因是因为狂啊。他的头本来不动嘛，为什么啊，什么样的清净助缘使他发生这个狂啊，这个狂一发出来了，他就狂走，就奔走了啊。你说他的头是自然吗？不是自然，因为他有恐怖，有恐怖就不是自然，因为一恐怖啊，他怀疑他的头失掉了啊，乱跑啊，这头并没有失去，而他就发狂了。所以这个狂是比无明烦恼啊，而头就比真如自性本来就如此，并没有动。这里啊，到不投狂走啊，先说明啊，这个头是没有失去，而且头是本来自然就是如此，并不会有所变动啊。所以啊，为什么会狂步而走？原因你不要认为它是有因缘，这个因缘别人照镜子为什么不狂走啊？假如照镜子的因缘会狂走的话，别人照镜子他为什么不会狂走？
只有耶罗达多一个人，他照镜子才会发生狂啊，才会乱走，才会恐怖。这个情况不是人人如此嘛？可见这个不是发狂的因缘啊。既然不是发狂的因缘，头自然本来就是这样子，并没有动，显示真如自性。不管你在无明多大多严重，他都没有动，如如不动啊。接下去进一步再说，若自然头因缘故狂，何不自然因缘故失？哎，这是说明头不是因缘啊。如果自然头因缘故狂，因为发狂而失掉他的头，发狂头没有失啊。若自然头因缘故狂，何不自然因缘故失啊？这里说明这个头也不是因缘。如果是自然不动之头，实在会因为因缘照镜子的因缘而致发狂的话，那为什么不使这个自然的头啊，随着因缘照镜子的因缘就真正把头失掉呢？若自然头因缘故狂，何不自然因缘故失？他的话意思在这里啊。如果这个自然不动之头实在是因为照镜子的因缘而发狂，会有这种情况的因缘的话，那为什么不使这个自然不动之头因为因缘照镜子的因缘就失掉呢？发狂是发狂，可是头并没有失掉啊。现在可以知道本头不失，狂不妄出啊，本来的头并没有失掉，而这个发狂恐怖之心希望而至内心中出，可是这个头呢成无变异，猴谢因缘啊，说明这个头不会因为因缘照镜子的因缘而失掉，因为照镜子的时候虽然是发狂，可是头并没有失掉，没有变异，尘无变异，就是这个头并没有变，头还是在脖子上，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并没有变那怎么能说是因为有因缘照镜子的因缘而使发狂了？那么发狂之后头并没有失掉，头并没有失掉，是而且完全没有变异，跟原来的头完全相同，成无变异，那怎么可以说是因为有因缘而发狂啊？因为前面说过别人照样也照过镜子，可是他们为什么不会发狂单单耶若达多一个人发狂这里就可以明白，不是由照镜子的因缘而发狂的。这一段话它的用意是说明真如自性啊，不是自然，也不是因缘，就像耶若达多的头本来自然不动，但是不是外道的自然法，只是真如自性如如不动，不是自然的这个现象它也不是由因缘而会有所变化那么因此之故啊，这个真如自性不管你在哪一种情况之下它都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就是真知真本有达妄本空妄法无名妄法是当体就空，没有实体可得只要知真本有如如不动，达妄本空知道妄法都没有实体这就行了。
啊，不必再去搞什么因缘自然，说的那么多话啊，这个都是成为戏论。接下去的经文说，本狂自然，本有狂不，为狂之际，狂何所前。这里说妄法没有实体，希望之法，狂比无明妄法，无明烦恼的妄法，这个妄法没有实体，它也不是自然因缘啊。本狂自然，就是说假使那个狂性自然本有，假人假使像燕若大多，他本来就有这个狂性啊，所以说本有狂不，本来他内心里就有这个狂性啊。那么如果本有狂性的时候的话，他没有照镜子之前，还没有发狂之前的狂潜在哪里呀，永隐藏在哪里呀，未狂之际，狂何所潜呐、他还没有发狂的时候，即就时间还没有发狂的那个时间，也就是说没有照镜子之前，没有照镜子之前还没有发狂，他的狂潜在身体哪一部分，他那个狂性潜在内心在哪里啊，他能够潜藏起来还没有发出来，一照镜子他就跑出来了，他藏在哪里呀。这是说狂也不是自然啊，如果是自然的话那很麻烦了，那应当是每一个人看到镜子都会发狂，但实际上并不如此啊。不狂自然，头满无妄，何为狂舟啊。假定这个狂性啊它是自然有，本来就有的话啊，那么这个狂要假借因缘才能发得出来啊，就是照镜子啊，有照镜子的因缘它狂就会发出来啊。那么现在应当要知道这个头本来没有这个狂性啊，头没有这个狂性，没有这个妄法，头本无妄啊，头没有这个妄法，没有这个狂性啊。那么头既然没有这个狂性啊，纵然照镜子他怎么会狂走啊，可见别人不会狂走，就是他众生本来就没有这个妄法啊，头上没有这个妄法啊，可见这个狂也不是有因缘的啊。在妄法上好像你看起来有自然有因缘，实际上都不可得，因缘自然都没有啊。所以无论是真是妄啊，真妄二法都没有自然因缘可说，没有这个道理存在啊。那么你所怀疑的，这不就已经说得很清楚吗？因缘也不是，自然更不是啊，这个统统都是你的这个增加希望的说法啊，徒占纷扰啊。若悟本头，是之狂舟啊。因缘自然俱为虚论，假如你能体悟到本有之头，若悟本头就是本有的真如自性啊，知道这个头本来如是啊，它虽不变安然随缘，纵然狂走啊也不会失掉，狂歇了也没有新的啊。那么你知道这个头随缘它能不变，那么这个不变之头啊不会因为狂走了就失掉了，无不会因为狂歇了有了变成新的，没有这个事情啊。发狂头没有事，狂歇头没有新的，还是如如不动啊。所以若悟本头，你能体悟本头本来如是，是自狂走，认识这个会狂走的没有实在的体性，都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
他本来就没有这些。那你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因缘自然俱为序论，无论你讲因缘也好，讲自然也好，都是序论，都是游戏之论，没有实方。是故我念三缘断故即菩提心，菩提心生，生灭心灭，此但生灭，灭生俱尽，无功用道。若由自然，如是证明自然心生，生灭心灭，此亦生灭，无生灭者，名为自然。这些文字啊，都是非常简单，很不容易在文字上得到真正了解啊，因为文简呢，文字太简单，会伤到它原来的意义，没有办法真正在文字上表达出来。开头说的“三缘断故即菩提心”八个字，就是重述前面说的“三缘断故，三因不生，狂性自歇，歇即菩提”。三缘就是前面的三种相续，世界、众生、业国，这个三种相续就是众生的业缘没有断，这个造业因缘如果断了。没有三种发生的因，三因不生，那么这个看起来好像因缘啦，因为它三缘断故即菩提心，既然即菩提心就不是因缘，还有既然即菩提心看起来有点像自然，可是因为要三缘断才能歇即菩提，三缘不断还不能歇即菩提，那又不是自然。也不能成为自然。那么明白这些道理，这里接下去的话，这个里面的含义啊越来越深，因为它恐怕三灭的这个情况，被三灭灭掉了，好像有生有灭，既然有生有灭，就生长另外一种的序论，有生灭而由这个游戏之论，没有实体。所以经文说三缘断故即菩提心，这三缘断菩提心就生了，但是这个菩提心生，生灭心灭，那您又会认为哦，有菩提生了，菩提心生起来了，那个生生灭灭的妄法就灭掉了，又好像有生灭，又在生灭法上生起戏论。所以说此但生灭又是生灭的绪论，还是不究竟啊。菩提心生，生灭心灭，此但生灭，只是说有生有灭，菩提心生了，那么生灭法灭了，一定要再进一步做到灭生俱净，灭也不可得，生也不可得，生灭法灭，灭不可得，菩提心生，生不可得，到了这种境界，才是所谓无功用道，不必下功夫，顿时能够到啊。那么如果有个自然存在，情况就不一样。若有自然呢，如是证明自然心生，生灭心灭，假如你认为有个自然存在。不要因为这个无功用而看到自然，假如你又至于自然的话，那就另外有一个自然心生起来了，那么由自然生起来，然后又生灭心就灭掉了，生灭看到一些生灭法，自然是不动，不要有个不动存在了，那个不动本来没有生，你认为有个生的话，那么好像自然生了，生灭灭了，这都是生灭法，所以说此亦生灭，这都是生灭法，此亦生灭，既然到这种情况，你必定要进一步的去体会，无生灭则名为自然，菩提心的生灭，菩提心生不可得，生灭法灭不可得，
啊，这个都不是自然，就是本来如是，如如不动，啊，那么明白这个道理，无生灭者名为自然，那个不是自然，就是不动，如如不动。真如自性本来如此，如如不动，啊，不是像世间法有活活的，有不是活活的，有这些分别。护持生命电视台，邮政话拨，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话拨账号19965232，1996523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7-388，012-001-197-388，传播佛法，救护生命。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礼拜千佛法会，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2月3日，农历正月初三星期四，上午8点半，地点高雄生命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屏东妙云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坊联合举办消灾祈福法会暨礼拜弥陀宝忏护生蒙山施食，恭请湛山法师、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主法，日期2月6日正月初六星期日上午9点半，地点屏东妙云寺，屏东县万丹乡新安村大兴路175号，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下单从朝一旦直至暮，一切众生自回护，若于足下丧其行，愿如及时生净土。嗡一地女尼梭哈，嗡一地女尼梭哈，嗡一地女尼梭哈，嗡一地女尼梭哈。